我们要出发去跑台北马拉松喽！现在时间4点。我们现在已经来到市政府广场，而且今天天气超温暖，不太冷，手机显示才20度而已。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！这里就是大会的会场，超级大，市府广场。然后旗袍狗们就在那边，我们要先前往我们要一起集合热身的地方。旁边是上海市民跑者的休息区，这边就是。HRC 的热身暖身区啊，在我们这边带大家一起热身，耶、！我们正在 DHRC 带大家一起热身，然后就是我们平常跑团的学员，全马组的同学，带你加油！各分区里面，然后到底嘛，就做好平常我们训练做的事情就好。OK， 好，大家加油 ！DHRC 加油！加油几点？哦，在这啊、哦！我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来带他完成他的100分配速，希望我们可以达标，就是半马跑到100分。啊，跳龙人啊！我要喝100瓶，这没有啤酒啦。1 minute mark， 1 minute mark， 1分钟。代表真的人文创伤行选手，今天有把握吗？希望是一定要，好不好？准备一起倒数，倒数10秒，9 8 7 6 5 4 3 2 1。我们现在已经经过4秒。刚出发，现在目标配速，4:40，哎，跑快点，4:40，差不多，大家都超快的，啊，带好我的列车。逛街才会来的地方，现在竟然用跑的，我已经2年没有跑台北马拉松，前2年都在当裁判，还有当教团，上次跑是2016年，也是带他，但是我用竞走，直接用跑的，而且还进步了，所以希望我们今天可以顺利达标。第一公里4:21，有点快，我们现在在回稳，因为刚为了跑出人群，现在就可以试试赢回稳就好。我们现在均速比较稳，在4:40，然后也绕了，这边应该是市政府广场一圈，大概就准备进到往中山北方向前进。然后这是半马路线比较难的地方，应该就是在过明水路之后那边，有点上上下下的加逆风。
加油！我今天的目标就是一样，大概12到14公里是一个国标，然后中间看状况补我的原定，还有咖啡。加油起来！有点配速，有点回稳当中。现在经过台北市议会，前面就是国父纪念馆。我是你的教练。教练，哎，很近的啊，啊，你的人了。国父纪念馆。12公里，4分34，大概快了6秒，差不多，因为它要扣除一些水站时间，所以我们就要保守一点。13公里，4分38，4:38，应该快到第一个水站了，现在再忍耐一点吧。4:38，再配速一下，来，继续跑。46，现在要进到水站。我的任务是帮忙拿一下水，给我带领的人喝水。然后前面这边就是刚刚进行各国的水站。好目标。4:36，4:36，快要进中山北，然后在7:50的时候，我记得喊你，我在帮你。科士长那边，科士长那边，哎，加油！快点，太热了，跑快点！现在是半马跟全马汇合的地方，我们在中山北路上。这边是全马，这边是半马。全马已经跑12公里，我们才6公里，差了一半。快走了，教练。4:38，第7公里，好像的任务，就在第二个水站，帮忙拿水，还有海绵，因为今天太热了，稍微加速一下。太热了。哦，下一公里再喝运动饮料，这一公里就水就好。现在即将8公里，中山北路这边还有树荫，没有到，还没出太阳。加油！目前的总均数应该是还在预算内，还在我们配速当中。希望后面不要掉太多，因为我们没有抓太多的空间。刚好配稳了。18K 4:41，加油！8:55哦，8.5公里，加油！刚4:37，4:37，刚进水站，任务就是拿水。真的很多人，后面。上坡了，现在已经是10公里了，9公里多，可恶，那个真奶茶水站没喝到，已经到了花博公园，这就是圆山，然后接下来前面就即将往圆山方向跑，就是大上坡，调整一下，在上坡的时候小步一点，前提多一点，步频加快就好，
速度掉没关系，待会下坡。你可以四分四十二，四分四十二。10.5公里，现在是48分，还在时间内，只要后面不掉速就 OK。443，加油加油，剩10公里哦，还在目标内哦，加油。OK， 4:38，现在已经12公里了，有任务继续补给工，拉海绵，拉水。4:39，13公里，我们还剩下8公里，还好还没出太阳，没有多少热，半马全马分到了，靠左，哎，教练，加油，哎，教练，配稳配稳配稳，好，还有一半，好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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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油，受不了教练，加油加油，加油加油加油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4:44，稍微掉了，当然可以。节奏不要碰撞就可以，不平快一点。快点，快点！跟上，跟上！我已经跑到了，应该是明水路内湖园区。这边人已经明显变少，因为已经半马、全马分流。现在还在任务目标内，到上边去跑那个 Hutu Course 的比赛。我现在小腿还有点紧绷，有点酸，没有完全恢复，所以其实脚有点不舒服。但没关系，快没了，最后6公里。4:40啊，注意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加油，最后6公里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快到了，水上100公尺啊。速度不要掉，手摆快一点。5:54，加油加油加油，调整一下，4:54哦，手往后摆，往后摆。17K 4:44，还是放假小了，只有4公里，要加10公里了，不到10分钟。身体前倾一点，手放下一点，换步快一点。我们跑完了，顺利达标，达标。我们完赛成绩99.49分，因为我们到后面 GoPro 没电了，大概到17-18公里，最后的那个回程超累，几乎都上坡，而且出太阳了，真的是不太好跑。超漂亮的，你看这边。今天天气实在太热了。感觉怎么样？破最佳吗？破最佳，超爽，三年。虽然我跑到后面的时候小腿超酸，真的是上礼拜还没恢复。我刚刚很紧张，很怕没跑到。他的教练
丢了重责大任，一定要破百，很怕没破百，还好破十一秒，酸碱中和，酸碱中和，还好破十一秒，酸碱中和 ，OK 的，破 PB 两分钟，两分钟，两分钟，可以啊，留恋两年，留恋两年，两分钟可以再用几年的啦，对，耶、yeah, ，跑完了，今天的目标达成就是完成配速员的任务，然后今天跑了九分四十九，其实也算是。完成我个人的目标就是100分内啊，但是今天跑起来其实真的很疲劳，我到现在脚还有点在酸，就是上礼拜去跑呼吸扣子的时候，那个小腿胫后肌有点太紧，然后一直跑上坡，本来想说已经恢复差不多了，结果跑起来还是不太舒服，而且今天天气真的热到不太好跑，但还好完成目标成功，现在去换个衣服，待会我们去终点帮大家加油。现在是全马组刚好在3小时零几分的阶段，所以这些人超级可惜的，差一点就破三，都已经快到终点了，但现在已经3小时零30几秒，加油！快到了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哇，这是精英选手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最大的办法，因为这场比赛大家的水准其实都超高，而且跑超快，太棒了！而且这次台北马我觉得办得还不错，虽然就是天气有点太热，让大家跑得辛苦之外，其实它的补水啊、各个水站甚至完赛里，我觉得都非常棒，而且会场超多东西可以玩。好啦，那以上就是这次我要参加台北马的分享啦，希望这支影片你们会喜欢。那喜欢我的朋友记得按个小心心，这边可以订阅我。好啦，那我们就下期影片见了。